就又是同样一天的。嗯，因为本来今天我有点不想工作。嗯。哎，我不知道会来那么多人。一年了。我相信他在天上是最漂亮的天使。他一直希望我们都大家漂漂亮美美的，然后我觉得，尤其昨天晚上，好多的他的声音还有回忆，他就是一个这么好、这么善良，这辈子我遇到最善良的人。最近还有在梦到刘光老师？去年我有梦到一次，他在跟我挥手，然后就往天上飘上去。所以那一次之后，我就告诉自己要释怀，因为他应该过得很好。但是我每一年都会去，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小珍的美好，还有她的舞蹈。我不要因为时间淡忘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就是昨天我晚上很有感而发，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觉得说，他已经上天堂，不应该再难过。但是，毕竟是20年的交情，我一直很不舍得，因为太年轻了。对，是因为新龙哥，我跟他比较不熟。对，我是跟小珍比较熟，那跟刘妈妈他们都有。我相信，小珍妈妈的痛苦会更大，刘家人痛苦会更大。对，那有去看望妮妮吗？这个，因为，不是说我们可以要看就可以看。对，请大家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是他们家人私下的问题，我也不想要去做任何回答。对。那刘妈妈还就是心情有比较平复一点？有越来越好。有越来越好。刚开始真的，刚开始真的看了很心碎啊。我觉得刘妈妈也是有慢慢在恢复。对，多多去陪她。我觉得应该要这样。有了，我们之前都有聚会。那帝京姐有去过那个真容殿，就是看过刘真老师吗？那可以开放让我们看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一周、一年通常不会去拜拜还是什么？如果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我不知道，因为一切都尊重家属，不知道有没有开放给我们去。但是我，会到庙里去，就是烧一些纸莲花。前两天有去，给小珍，这个我可以做的这样子。是，而且也是每个月还是什么都会去庙里替刘真老师祈福这样，他都会跟菩萨说些什么？好好把他带在身边休息，让他一样是漂漂亮亮的，我相信他是最漂亮的仙女。